在杭州范胜窝点卧底的山姆哥就体验了一次15天的圈养生活。在这个非法卖肾窝点里，十几个青年生活的出租屋，乍一看很像工厂的宿舍。这些青年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等待上手术台，所以除了等待，他们没有别的事情，一天的时间都是在打牌、昏睡、闲聊以及无所事事的上网中度过。不知道啥，他到处地方什么样的，是不是乌烟瘴气的，然后是一大群人他妈的邋里邋遢的人面无表情的坐在那里，真实的。我是这样的概念的。出租屋的条件很简陋，只有床铺和少量的生活用品，两个房间住着30人左右，上下铺，每天只吃两顿饭，几乎每一顿都是土豆或者白菜，甚至都没有炒菜用的油。他们的生活和被圈养着随时任人宰割的牲口无异。被圈养，然后在窄小的出租屋内默默等待着上手术台的一天，这绝不是这个杭州窝点里卖肾者们独有的经历。前面提到的，不管是被迫卖肾的胡杰，亦或是其他参与到贩肾交易中的卖肾者们，都难免有相似的遭遇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